Nanda，我是 Om Ananda Tara，我是巴尔曼石油红二级课程第十期的学员。那我要说，我是从2020年8月份开始上这个 Swami 的课程。那这2年我在这个平台治愈了非常多的疾病，就包括我5年的肌腱炎，然后呢，不止5年。至少有6年的这个脊椎炎，并且我的这个脊柱是挺不直的，所以就是之前我的瑜伽老师会去让我做一些体式，先就是把我的脊柱矫正过来。那这个问题现在也已经解决了。还有就是我有很多年的过敏，而且还有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胃病和这个肠胃炎。有胃病是因为我之前在大二的时候有抑郁症，然后呢服用过不少这个精神类的药物。这些病它基本上已经全部都治愈了，就是在这个2年的时间里。还有一个就是让我很惊讶的，就是我有一个遗传性的过敏，这个也是就是长期吃药，而且就是医生有建议过进行手术，但是我就是没有去做。也是就是在上 Swami 的课程，并且坚持瑜伽之后，那这个疾病也被疗愈了。当然，这是我强烈向 Swami 请求的一个。克制就强烈向 Swami 请求的一个病症，因为他实在是过敏太严重了，每年就是受了他很多年的折磨。那这个也痊愈了。还有就是这个课程，它会让你开启第三只眼的超能力。那当你开启了这个超能力之后呢，就是师傅说过，当你开启了你的第三眼，在一场谈判之中，你就可以知道预先知道对方要说什么。然后你就可以以此做出回答，从而来赢得你的谈判。那我也在这个课程中开启了第三只眼的超能力，就是这个能力在我找工作的时候也非常的实用，因为我知道我的面试官想要问我什么，然后我也知道他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答案。就是还有很多这个，就是超能力的显化，就是你会非常享受这个过程，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放空的过程。那在这个课程中，它这个超能力显化有这个盲眼阅读，就是盲眼视物。意识移动物质，然后改变你的这个重量，就改变你自身的重量，或者是外界物品的重量。还有什么呀？还有就是遥视，就是看到任何距离的这个场景，并且这个直接获得问题的答案。那应该还有更多，对，还有更多。就是当你来参与，并且全情参与这个课程之后，你才会意识到这个课程能给你带来多大的改变。那我要说，我分享的这些只是这个课程带给我的一部分，就只有当你全部的去参与到课程，去学习宇宙的真理，然后去跟神明进行链接，去进行超能力显化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，就是你的上师在这个课程上为你准备了什么样的大礼。用师傅的话来说，这是一个16天灵性炼金术的课程，那也是把这个一个普通的人类点化为黄金的过程，所以。就邀请每一个人都来参与这个课程，并且你一定要全情参与，就不要说你可以，就是想上多少上多少，就一定要尽力的全情参与16天的课程。那这也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明天的。